英恆科技啊。英恆科技咧就嚟緊咧就快公布業績噶啦，八月底啊嚇，八月27號公布業績。咁之前盈起咗咯喎，話今次嘅盈利咧係增長不少於四成。咁換言之咧，就有唔錯嘅表現啦。股價咧之前盈起之後，砰一衝咗上去噶啦，就升一棍上嚟，跟住咧就整固翻。咁而家咧又牛翻上去，佢成個走勢咧就似似地咧就形成一個平頂啊三角形。當然佢唔係啊絕對平嘅，咁但係咧就個上邊咧個斜度好明顯咧就冇咁斜啦，下邊咧就斜啲，咁換言之咧係近似平頂三角形嘅走勢啦。咁咧呢個係偏好㗎嚇，啊咁樣睇咧就更加清楚啦，係偏好嘅。喺估計業績前咧，就應該咧就會反覆向上嘅可能性係大嘅，尤其於升穿呢5.19咧，個動力更加強啦。咁跟住咧就等睇個業績啦，係咪真係咧？而家大家去公布盈起啊嘛，究竟佢出嚟俾盈起啊，係會多幾多咧？咁啊呢個留意住。而事實上佢嘅業務咧就係做啲汽車零件，係特別係新能源汽車有關。咁所以叫做咧喺而家個啊氣候啊或者潮流之下咧，佢都算係 OK 嘅喎，因為都係新能源嘛，有關嘛，啊叫做沾到邊嘛，所以咧都係可以留意一下噶，係依只股份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可以將個止蝕位啦嚇，又擺20天線啦嚇，睺低咁啊，搏一搏，跟住睇下有冇好嘅業績交到貨啊。咁如果交到咧，就可有望咧就進一步咧就向好啦。